部落冲突，换交好友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交好友的，老实说。啊，那你们离线时间是要玩屁呀、啊？如果被打就可以复仇了哈，那这些重点我应该讲得很清楚了，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建设的部分，看什么还可以建就尽量建。我每天可以收集一下圣水。对，很重要。尽量买。有没有？靠嘞，干嘛一直引导过去那边？这看要不要弄啊？基本上这个都还好，这主要是一些防御设施。我是觉得没什么了，我们先介绍重点给你们，好不好？那重点呢，我就直接讲了。我今天最想要介绍是这一只，因为这只呢，我完全没有印象，而且它很像是后来新增的，所以今天这集的重点，天使。如果你们也喜欢玩的话，你现在应该也很多人不知道这一只啊，所以给你们参考一下。那这期主要在玩这个守城啊齁，那你去做一个攻略。那最重要的是故事模式啊，我觉得。就是你要造兵然后去攻略这样。哦，选择兵。选择进场的目标。哦，所以其实还蛮耐玩的哦。好，这边一直得推。你可以放进，这种游戏的玩法也是很多啊，不，这种玩法游戏也是很多啦。好，那看可不可以攻略啊？啊，失败啊！哎呦，弓箭手还在射，弓箭手还在射啊！送啦，弓箭手你们真的是太赞了。哦，他就会掉金币跟圣水。嗯，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哎呀哎呀，哎多二十年啊！这种嘛是胜利嘛吼，国家以此类推哦。啊，果然就来当部落勇士啊！啊，通常是看你要几只啦。通常我们会这样配，好，你可以配置一些法术跟你的军团改宽，等的一件训练这样，其实还蛮耐玩的啦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训练营了哈。哎，过的圣水是可以把它都冲一冲，哦，闷到他嘴，闷到他嘴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不错。